便民全乡，有钱。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，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，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，坐个车呀，上个厕所呀，买个小零食啊，就可以从这儿拿钱。拿钱可以，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。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，这钱箱放上以后，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，厉害吧。我是干啥的？我在这儿看钱箱。其实有啥好看的，大家素质都这么高，我就是做点好事儿。喂，啊，女儿，放学了？啊啊，好，哎，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。哎哎，我来了来了。多亏这个便民箱呢，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，我再拿点钱。我今天都拿3回了，都不好意思了。我往里放100。那个，我放了100块钱啊，拿出5块钱坐地铁，你找我90就行。完，我再捐10块，你找我80就行，好不？好的，放零了。哎呀，1块，2块，3块，4块，5块。该收拾就收拾啊，本身火锅烫就够啊。哎呀小姨夫爷爷，你干哈呀，吓我一跳啊。捡起来啊，干哈呀，这是啊，臭冷了一场的呀，是不是掉缝里了啊？这个吧，拿来啊，我的钱。你什么你的钱？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？不是，这是便民箱，就是往外拿钱的。你来干啥来了？你来拿钱的？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。你看我，大家素质都这么高，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，我鄙视你。不是，你鄙视我干啥呀？这不便民箱吗？就是拿的，我是来拿了。看见没有？每人最多拿5块，你拿几次了？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。不是，小姨子爷爷，我今天确实拿3次，但是没超过5块。第一次我拿2块钱，去买了根冰棍儿，吃完之后呢，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，我就想上厕所，上厕所得用钱呢，我就又拿了1块，去了趟厕所，出来之后呢，我肚子好了，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，我就又拿了2块钱，买了根冰棍儿。现在呢？现在又想上厕所。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？我不是这回事儿呀。那这次拿钱干啥？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。小姨夫爷爷，你没事看着我干啥？你是不是闲的呀？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，往外偷钱的人。我没偷，我还往里放钱了，放100块钱。放啥100？这是零钱箱，哪有100的？你看看，不信你看看。这谁的？我的。你的啊？你叫他，他答应吗？你叫他，他答应吗？100的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自己玩的挺好，我自己啊。你说这100的是你的？你说这钱长成啥样？长方形的。对了，啥颜色的？粉的。又对了。有啥特点？特别重要的特点，快！上边写着100。你的。小姨夫爷爷，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？你去医院看看去吧，你是不是得病了？谁得病了？得什么病？不是，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？
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，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？折没折过，有没有褶，编号是多少吗？哎，那什么啥、啊、小姨夫人，真是我的钱、哎、你看你这人，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。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，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？他偷钱。我没偷。王小倩啊，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，一分钱都没丢过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？王小倩啊，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。二姑父，我没偷。你偷了。不是，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。你放了100块钱啊？对，100块钱放进去了，那就不是你的了，跟你没关系。二姑父，我跟小姨夫爷爷，哎呀，我说上一边笑去。我这是笑吗？小姨夫，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？一共475。哦，不对，我放了100，应该是575。我没看见。你到底放没放？二姑父，我真放了。你瞅好了，你搁这瞅好了。来来来，瞅着啊！我从兜掏出100块钱。对，你来，我要换零钱。好，我这么的，该出手时就。我来解释，他要让你放钱啊！我大喝一声，钱是不是掉里头了？掉里了。刚才我大喝一声，他掉一地。是不是往外偷钱了？王小倩，你还怎么解释你？啊，往行，歇着去吧你。小姨夫，哎呀，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。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，啊、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。哎，你这样，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，快快给我，我有事儿，我得拿走。干啥？干啥呀？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每天都拿呀。怪不得呢，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？你给拿走了。是啊，我拿走的。二姑父，哎，你挺会做生意呀、啊，啊，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！你快上一点去吧你，小姨夫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解释什么？这个，你等会儿，我让你解释。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！对，都出来，过来看看，来看看。你叫人家出来干啥？你说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。他呀，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。说为什么？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！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，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，啊！二姑父，哎，说别的没用，走上派出所吧，走！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？我能解释，街坊邻居们，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，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，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，哎，钱就多出来好多。于是呢，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呀、啊，哎，我给拿出来，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。我拿着6000块钱啊，就到敬老院给老人买点吃的，买点喝的，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，是用大家伙的爱心，明白了吗？没信呢、啊，你们信吗？没信，我就知道你们不信。来，我每次去都有照片，这就是证据。来，你也看看。呀，这不张大爷吗？假的，他花钱雇的。什么花钱雇的他？王小倩，你给我闭嘴！还有呢，我这有账本，每一笔钱买的啥，谁接收的，证明人都有，好好看看。苹果、西瓜、上衣、假牙。哇，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。哎，真的呀！给，你看你干好事怎么就出钱使了？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，我也去看看他们。好，小姨夫，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。没有，我前一分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，我。好，哎呀，不行了，你赶快赔礼道歉。二姑，小倩，你用不着道歉。嗯，你不是要拿钱吗？嗯，那就是方便群众的，你拿吧，凭良心拿。二姑父，我不拿了，我要向你好好学习。
再捐一百。该是收拾收拾，这小子行，你就捐300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大家咱这不是企业的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大家捐呢要记住。行了，我跟你说，捐零钱，因为咱这是便民零钱箱，正是便民钱箱为大家放点零钱方便花，每天多出几。